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，我是 Dan. 빅스 청년 라비. 인위 빙의 티检 作假, 이 위반 빙의法 被警方 立案, 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. 1月12号，根据 SBS 电台报道，拉比向辩护厅提交了癫痫症医疗证明后，最终降级获得了体检四级判定，以社会服务要员入伍，目前正在服兵役中。但是在警方逮捕了非法兵役中间一伙人之后，在他们的手机里查到了有关拉比的造假文件，并且也获取了他们的口供，因此检方目前已违反兵役法向拉比立案了。目前拉比的经纪公司只是回应，还在确认中，会诚实配合调查。而因为拉比在出演《1박 2일》后，给观众们的形象是健康、阳光、爱国，所以目前韩网的反应真的是非常不好，不要再出演电视了，四肢健全却想要癫痫证免兵役，真的傻眼。我现在有癫痫症，你都不知道是有多痛苦，竟然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利用，真的很讨厌。因为 MC 梦牙齿真正不好的人都被带到军队了，现在担心真的有癫痫症的人会不会也遭到什么不利。他确实是做错了，但是看现在媒体一直在报道他的新闻，就知道背后应该涉嫌很多政治财阀家的孩子们。对于拉比的兵役争议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下个消息是 TWICE 的小分队 MISAMO 终于要开始活动了。根据 TWICE 日本官方推特表示，モモサナミナ将会发表1月20号播放的日剧 OST， 应该也会发表韩文歌曲吧，会吧，也会有打歌活动吧，总之非常期待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发表的太阳级明星曲 PIVE 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。歌曲真的很好听，这两个人好像本来就是同队一样的感觉，两个人的音色救了整首歌，歌曲是以前的风格，不觉得很好听，声音好相配，两个人都是在队里以音色舞蹈有名的 idol， 所以会产生很大的效果。歌曲有点遗憾，有必要两个人合唱了吗？两个人的音色风格差不多，所以感觉没有什么特别的效果。虽然歌词有点好笑，但是歌曲真的很好听，而且启明与天阳的声音好相配，一开始听的时候觉得不怎么样，真的是越听越洗脑。所以太阳吉明的新曲《拍布》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